想太乱何必解读，血脉相通何须占卜，大道三千不论生死劫数。等待正邪的归宿，不如照耀一段经书，奈何斗转星移我全看透，在一卷追寻生命的长河，墨镜的卑微又是悟空，就算胜负越难测，越要等风云变色。迎行道接旨了，陛下下旨，他能不接吗？迎行道一向是本朝礼教典范，位高权重，早先以死相辞避嫌，很识进退分寸。如今明诏天下传他摄政，朕可以安心了。臣担心陛下的凤体。陛下的伤势，瞒得了别人，瞒不了我。你看得出什么了？陛下不到万不得已，绝对不会让教宗大人摄政的。朕没事，朕的伤势没事的，只需要休养，稍加修炼，必可恢复。你这傻孩子，难过什么呀？当然，你要记住，朕的伤势，万不可让任何人知道。陛下放心，臣自然知道这其中的危机。这就是死后的世界吗？师父说，人死了之后，神识是要回到星空的。以后，这片孤寂的星空，就是我的归宿了吧？没想到这么多年来，第一个到这儿来的人是你。周督府前辈，能见到前辈，真是太好了。没想到我死后，还能再见到您。你若死了，怎么会到这里？可是前辈明明已经死了。还有我，不生不死，向死而生。人间种种死生未必都是真相，等你的境界到了，自然会悟。可惜我已经没有机会了。如果我能早点遇到周督府前辈，向您讨教星途的功用，也许我还能抢到一线改命的生机。就是说，你拿到星途了。却不会用，你还真是个人才啊！算了，既然你跟我有缘，那就留下来陪我吧。怎么，不愿意留下来？我还想再回去，我还想好好活着。
想回去，道尽若成，要真的想回去也不是不能，只是代价太大了。他需要在尘世的人，肯为你牺牲自己的性命，放弃自己的肉身，让他的神识来到这里，把你带回去。如果我命如此，我不希望再拖累其他人。你认为真的有人会为了你连命都不要吗？他会。 但我不希望他来。该来的，终归会来。怕只怕相聚时的同生共死，到头来都变成了双鸟纷飞各头林。没有经历死劫，永远也不知道你自己的等待，也许就是枉然呢。 前辈羽翼落寞，难道是在等谁还没有等到？生生死死仅是一念之间，而就是这一念，让我撑到现在，等到现在。一念生，一念死，一念喜，一念。 希望和绝望之间，往往只是一念之差。知道吗？有些命运呐，终会改变，没准儿凭着你这份念力，就可以让你逆天改命。等吧，我想我们的运气也不会太差的。 教宗大人，莫大姑娘。教宗大人，这朱雀殿是我大周最机密的地方，没有圣后的允许，任何人都不能踏进半步。莫大姑娘所言极是，我岂有不懂之理？只是陛下令我代理朝政，在下自不敢怠慢。清朕涉及我大周安危，更与陛下息息相关，我也是希望参详新政。 看看能不能为大周解难。教宗大人一片冰心，莫与自然明白。只不过，莫大姑娘不必为难，我会亲自去叨扰陛下，请他再下几道诏书，到时候再来也不迟。告辞。教宗大人，莫大姑娘还有吩咐。教宗大人既已摄政，这大明宫中，自然哪儿都去得。 灾害频现，百姓苦不堪言，无奈国库连年亏空，难以为继。还请诸公多献良策，我自会奏请陛下稳定兴政，以救天下。臣等谨记教宗大人教诲。如今人族四处灾害迭生，臣以为是与兴政威势衰竭有关。 臣虽尽力四处补救，恐怕仍需陛下出手控制兴镇才行。朕既传你摄政，这兴镇自然也该让你知晓掌控之法。陛下，臣不敢。
朕这些年来心力交瘁，多亏有你辅佐，才得以告慰先帝。若不放心，那天下又有何人可以呢？臣资质太浅，臣恳请陛下亲自前往兴镇施法。你不必多心，论德论才。 你都是上上之选，朕委托你代理朝政，早就希望把这兴镇交给你了。你曾经说过，至死都不会放弃改命。我猜，我就是喜欢这么固执又认真的你。 我也会陪你固执又认真下去的，至死都不会放弃。长生，我想你，我相信你不会放弃的。长生，长生，你在哪里？ 这样下去不行，星宫太广阔了，没有长生的指引，我是找不到他的命星的。对了，有星图，我怎么忘了他？虽然没有长生命星的位置，但我可以点亮自己的命星，再利用星图引起长生命星共鸣。这是墨雨的命星，这是唐三十六的，这是轩辕破的命星。长生。 你的命星在哪里啊？奇怪，我的命星怎么了？有人在呼唤它。这是星图的，是有龙，是有龙在呼唤我的命星。蓉儿。 真的是你，你来找我了。恭喜你啊，比我先等到了肯不惜赴死而来的人。前辈，我们是不是有救了？蓉儿，快来见过周督府前辈。您就是周督府前辈？当然，这世上除了我之外，还有谁？ 可以仅仅凭着一念之息遨游天地之间呢？周前辈，我和长生生死相许，请前辈成全我们。小姑娘，这么不惜自己的性命来到这儿，就是想陪着他一起去死吗？长生不可能就这样死掉，他是要逆天改命的。要是改命不成怎么办？身化皆灰。 不该出现，好福气啊！你身边有这样的红颜知己，应该好好珍惜。我是来接长生回家的。回家？蓉儿，你忘了吗？我已经死了。不是这样的，你还没有死，我不会留下你一个人的。我要带你的神识回去。 其实你还有一些神识尚存，我可以尽我的能力送你们回去，但能不能活着到，就要看你的运气了。运气，姑娘，既然你已经不惜性命来到这里，就不妨跟他一起试试。我的运气。 应该也不会太差的。
长生，长生，你醒过来啊！你不是答应过我的吗？你会活过来的，你不准骗我！长生，长生，你醒过来，你醒过来，你不要留下我一个人走！长生，你不许骗我，你说过的，你会活过来的，我真的好想你。 你不舍得的，对不对？我当然舍不得你，我们会一直走下去的，这辈子、下辈子、生生世世。你说的，不许骗我。这个世界要你知道。 生命，这是妙不可言。这个世界值得有勇气的人留恋。值得我们彼此留恋。我刚才真的好担心你再也醒不过来。傻瓜，这个世界有你，我怎么可以不再回来？如果有一天我…… 你去的方向，就是我追随的方向。嗯？嗯？
这事儿，这事儿，这事儿，仙人掌湿了！出什么事儿了？仙人掌湿了，快去找啊！哎，你难道真的忘记了陈长生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当然还记得呀，他是我师傅嘛。也许。 有些事情的忘却也是一种幸福，你在说什么呀？难道我应该记得很多关于他的事情吗？还是我有什么事情真的忘了？你以前很喜欢陈长生的。哎，别闹了，你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。他可是我师傅，哎，虽然我是很欣赏他的才华，要不然我怎么会拜他为师呢？我可是白落恒，好不好？算了。 道之大成，不见生死，不见悲喜，但由心而生，发出色。恭喜你又悟了一层大道。我还有好多心得，想和你一起探讨。不过现在，我只想好好看看你。 疼吗？疼。仙儿，你不会是诈尸吧？36，轩辕，我回来了。你活过来了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们。是啊，我又活过来了。 有心跳，热的，真的呀！这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！啊！殿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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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仙人，他火了！啊！你再说一遍。 陈长生活了！啊，那我去找他。你说他又活了？啊，挺好的呀。那，你还是跟我去看一眼吧。陈长生，你活了！哎，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。来，让我看看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 休息会儿，过来。雍容，陈长生，真的是你啊？这个事儿一定要告诉陛下去，你们在这儿待着。洛洛殿下，你师父他活过来了，你快去看看他，我去告诉身后。洛洛，师父。洛洛。 你怎么了？我没有啊，师傅，您能回来真的是太好了，恭喜师傅。我今天来的太匆忙，所以没有带礼品，回头我把礼品给您补回来。洛洛，我们什么时候这么进来过？哪里呀、啊？
只是长幼有序，男女有别的，所以还是遵从一下礼数比较好。哦，再说了，师父，您这身体也是需要好好调养的，我回头再让人送点礼品过来给您补补。那露露就先告退了。这丫头，今天怎么回事？她最近一直都很反常。孩儿不会再离开您了，我很高兴有您这样的母亲。那天母亲说的所有的话，长生都听到，每一句都听到。会再失去你，我永远都是您的儿子。长生，虽然你神识归位，可是经脉已断，那是心震噬体的力量，也是你无法活过20岁的原因。我决定用心震帮你重塑经脉，脱胎换骨。对了，母亲，我已彻悟了星阵变化之道，周毒夫前辈也把星图的所有秘密传授给了我。周毒夫？他在哪里？我的神识曾经在茫茫的星域中与他短暂相逢，他指点了我很多，如今我已经灵窍全开，对大道的认知又深了一层。感谢上天，让我的孩子可以得天之幸。这星阵之力虽然可以重塑我的经脉，但是却会耗尽人的精血元气。母亲，您现在的功力恐怕就……这是我应该为你做的。当年我犯的错，应该由我来补偿。我能够活下来，
就已经是万幸了。我不苛求更多，您现在身体元气未复，再强行动用真元的话，别说了，星阵自然有人能够掌管，而我只想做一个母亲，好好陪伴在孩子身边。既然如此，请允许我用周督府所传的星图全力助您。好，就让我们母子俩把这该死的命运给改了。陛下，陛下，您醒过来了。长生呢？长生他刚走，他说明天再过来看您。陛下您放心，长生他现在好着呢，都是陛下为他改经换脉的结果。他平安，朕就放心了。陛下，您为长生改经换脉一事，无人知晓。那就好。我为长生逆天改命，换了经脉，逆了天道，我这伤怕是不易恢复了。接下来我将彻底闭关养伤，朝堂上的事情陛下放心，墨雨知道如何应对。陛下，这是长生为您熬的汤药。这是他为朕熬的。是的，您快多喝一点，身体才好得快。莫大姑娘，见过教宗大人。这星阵积蓄的星辰之力，前几日还十分强盛，怎么今天就如此衰败？陛下曾经说过，这个星阵有一个破绽，这些年来越来越难以控制，
所谓的心命难测，也许过几天会好起来吧。我看很难。我也觉得是。如果星阵一旦瓦解，我们拿什么来跟魔族对抗？陛下凤体还没有复原。陛下其实身体并无大碍，但是他因长生之死心灰意冷，不再过问尘世之事，所以才向教宗大人授予摄政之权。说起来，此事我仍深觉不安，朝中上下有些异样的声音，你想必也都听见过。陛下亲自写下的圣旨，教宗大人只管安心打理好朝政，有谁能够在朝令万众信服，一点反对的声音都没有呢？莫大姑娘年纪轻轻，看得通透啊。是陛下教导的好。陈长生死里逃生，陛下该当喜出望外才是，为何还心灰意冷啊？陈长生醒来，陛下自然是高兴的，但是陛下毕竟是个女人，现在因为陈长生，陛下一心只想做一个好母亲，也不知何时陛下能够重归朝政，还麻烦教宗大人多多费心。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，我可做得日夜难安。我想见见陛下，向他请辞。陛下闭门深宫，不见任何人，教宗大人与他相识多年，自然知道他的脾气。等到合适的时机，我会请教宗大人到宫中与他相见。有劳莫大姑娘。心境通明，我还需要潜修，好为陛下分忧。神之凝者，达天地而气沉。哎，轩辕，我一直都没有问你，洛洛为什么会性情大变？对呀。他以前天天缠着长生，现在怎么跟陌生人一样？我也不知道。你跟他最亲近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隐瞒着我们？快说。我难道是他修炼出了什么差错？不行，我得去看看他。别，先生。我猜测可能殿下最近就是有点小性子，没准过一阵子就好了。对了，你还没说你是怎么醒过来的。对呀。都以为你死了，你却醒了，我也很想知道。我之所以能够醒过来，全靠有容。哦，这我们就羡慕不来了。有个当圣女的未婚妻，跟我们就是不一样。还有神游星域的时候，遇到了周毒夫前辈，他把星徒的秘密都传授给了我，让我受益匪浅。星徒？他能帮先生改命吗？哎，这人和人就是不一样。想当初我在天上飞的时候，就被某人用针给射下来了。你看，这就是你的缘分。星图里所藏的奥秘博大精深，无法描述，若是能够知晓并且控制这些奥秘，何止是逆天改命，也许有一天这些时空都无法再困住我们。那先生，时空困不住我们又会如何呀？古往今来遨游，前世今生穿行，这就是所谓的大自在境界。哦，先生竟然能悟得如此神通，厉害。这只是我的猜想罢了，毕竟我们和周毒夫前辈的境界还相差甚远。也许在我们的有生之年都无法看到那一天。据我所知，周毒夫前辈自从先去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尸体，难不成他真没死啊？他修炼到何等境界我不确定，但是有一件事可以肯定，那就是这个大陆再也无法局限他。你是说他的确没有死啊？我只知道所谓的逆天改命，就是摆脱星宿对你命运的控制，就像周毒夫前辈一样。你想想，
这些星辰彼此星辉相应，你以为是偶然的交错，但其实是人间繁杂命运的预演。这种天机如果能够尽数掌握，至少让我们有一些力量可以扭转既定的命运。啊，既然如此，不如我们也去领略一番星海之秘吧。好啊好啊好啊，我们一起去看看是否我们可以操控各自的命星互相影响。说带我们一起参悟星图吗？怎么就……等等，你刚才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我的声势也刚刚归校，我哪听得见？我好像听到他叫圣女的名字了，难不成又出事了？蓉儿，你真元未复，为什么还要强行用神识连接命星，以致被心力所噬？你这样太危险了。我前几天与你论道，深觉有理，就忍不住想要试一试。只是元气未复，一时大意了。修道最急急于求成，慢慢来吧。只是我急的并不是自身的修为，而是……是什么？你出事以后，我答应圣后，替他掌管星盘大阵，以星辰之力护佑我人族不受侵扰。这也是你之前的心愿啊。如今教宗摄政，师叔他知识渊博，行事稳重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。圣后叮嘱我，星阵掌控事关天下，除了自己，谁也不能相信。
曾经你的宿命，相依偎的心，有你会更坚定，再不怕命运被侵袭。若时光重聚，若你不再是你，我一定还会爱上你。啊，注定相遇。